显然兵不是很多，把莫刀能去打掉四打二的局面之下，丑丑想要完成翻盘很难。 life 这个点位一直没动，秒掉一个，有没有机会打第二个？哎呦，但是人员太多了，这再清掉一人七十血还有希望，一打二有机会。对，这要看。life 打到吸血，再利用出风回来一打一，就只剩下阿阳，他知道阿阳在绕后，但这个时候算时间二十四秒，看到右边再转身一发，这一发定位 life 创造了奇迹，一打四成功拿下。